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9面，579面倒数第6行，倒数第6行，从头看起。密藏者，二教论上云：化佛谈话，谓之密藏；言迷奥实属。指真实语，谓之密藏。这个意思很深。如来的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是体，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也就是真如、自信。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都是法身所生所现，所以称它为法身。法身没有形象，能现一切相。那法身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见不到它。现在科学跟哲学都没有办法发现它。科学家探测宇宙，必须要有对象，他才能观察得到。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物质现象，物理就是以物质为对象。第二种呢，心理现象。心理学所研究的是在这个范围。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可是自信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法身如来，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乃至于它也不属于自然现象。所以它没有现象给你看。因此，科学哲学想找出宇宙的根源，这些万物到底从哪里出来的？决定找不到。现代的科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物质现象的根，他找出来了。 啊，德国的普朗克博士，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研究物理，研究原子。啊，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什么叫物质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根据他的研究，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到底是什么呢？物质是从意念产生出来的幻想。所以他说，物质的基础。” 是意念，就是念头。念头从哪来的呢？念头属于精神现象了。啊，科学家说，这个东西是无中生有。这个话我们能听得懂。啊，其实无中生有说得很含糊，很笼统。 啊，没有佛法说得好。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有三个要素。就实际上讲，宇宙只有三样东西：物质、信息、能量。 这个发现，根据《大乘经》上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同。啊，这是什么？这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物质；阿赖耶的相分是物质；阿赖耶的见分是信息，就是精神；阿赖耶的业相。 就是能量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之事。释迦牟尼佛3000年所说的，今天科学家把它证实了。啊，可是阿赖耶从哪里来的，现在不知道，这是无中生有。 啊，佛法之道，那是一念不觉，自信里出现了个阿赖耶。啊，自信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就是妄念。妄是由真而生，离开真没有妄。啊，真妄这两个关系。 永远脱离不了，真中有妄，妄中有真，啊，因为它是一体，啊，真是觉，妄是迷，迷悟一体，啊，所以佛法不但是高等哲学。 同时，也是高等科学。那么，法身离体有没有办法证得呢？科学没办法，哲学也没办法，佛有办法。啊，佛告诉我们，你能够把。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证得了。每个人都能证得。证得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啊！在佛法家你就成佛了。所以，世尊在大乘教里头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自性里头没有，全是虚妄。 啊，那么科学、哲学为什么没有办法真的发生？就是他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个东西他没有放下，所以他就不能真的。放下就真的。 那么，世尊在《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世间人用意识，意识就是思维、想象，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强大，它对外能缘到虚空法界，对内它能缘到阿赖耶。 就是缘不到自性啊，而自性呢，自性是本体啊，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它缘不到。那么现在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到了极限了，缘到阿赖耶了，这是跟佛说的没错。 在宏观宇宙里面，它缘到宇宙的边缘啊！这一些科学家啊，研究宏观宇宙的，他们的报告里面也说到，现前的科学仪器能够观察到宇宙，只有。 全宇宙啊，10%啊，能够探测到的。另外90%的宇宙不见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很清楚啊，他们说不见了，我们知道它到哪里去了，他不知道。 啊，不见了，到什么地方去呢？回归自性。啊，回归自性，这3种现象都没有了，所以科学家对它没法子了，无法探测它了。啊，它连自然现象都不是。啊，所以过去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 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知道了，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而且是最高的科学。今天这个世界。 科学跟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在《大乘经典》里面啊。所以密藏啊，这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什么呢？宇宙，或者我们加2个字：宇宙的奥秘，就是佛经上讲的密藏。其实宇宙有没有奥秘？没有。 用佛教的名词来说，宇宙的体相作用，啊，《华严经》讲的体相用，都摆在我们面前。秘在哪里呢？就像《坛经》里面慧能大师所说的：“啊，这个话是惠民没出家之前四品将军慧能得了一搏，就逃走了，被他追到了。啊，追到之后，慧能大师无可奈何，就把衣钵摆在石头上，他自己藏起来。啊，慧明看到衣钵很欢喜，总是把这衣钵夺回来了。结果你看，居然四品将军这个衣钵他提不动，他心里明白了，这个人还是有善根，聪明人。他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啊！衣钵本来没有好重啊，为什么却提不动？啊，立刻就忏悔啊！我不应该为衣钵，就请慧能大师出来。我不是为衣钵。我是为求法而来的，啊！慧能大师就出来了，啊，跟他说法，他开悟了，啊，他问能大师还有秘密吗？能大师回他一句话：“密在汝边。”这个密意在你，不在外。这就是此地讲啊，密藏的意思啊，宇宙之间的体相用啊，就在你面前呢、啊。这就是密，你说的神秘可以，你说密藏可以，你说奥秘可以，都能够这样讲法啊？为什么呢？在你面前你不认识啊。啊，为什么不认识？你没放下了，你有障碍呀、啊。这个障碍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只要有这些东西，你就见不到自信。你把这个东西通通放下了，你就明心见性。啊，在佛法讲呢，见性成佛。啊，所以能大师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啊，不能说没有密，有，是你自己见不到。啊，换一句话是，慧能大师见到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全见到了，在中国。这2000年来，佛教最初传到中国，公元67年，啊，到2067年满2000年，在中国，明心见性的人有多少呢？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应该超过3000人，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么多人都见到了，这次第讲的密藏都见到了，啊，那这就不是假的。啊，法身有没有说呢？法身所现的一切现象，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音声，都在演说啊，现象在表演呢、啊。音声在说法啊，只是我们自己听不到，也看不到啊。我们的眼、耳有了问题啊，这个现在科学家证明了，我们能见的光度很有限。 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啊，光波，比我们能见光波短的也看不到，啊，比我们能见长波跟短波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只看到缝隙里面的一点点呢。 啊，耳朵的能量也如是。我们听的声波，啊，这个音波比我们能听的高，我们听不到；比这个低的也听不到。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天眼，啊，佛的天眼没障碍，也就是说。 他们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宇宙之间任何音声他能听到，啊，任何一种光波他都能见到，他没有障碍啊，啊，所以天眼通达无碍啊，啊，这才见到整个宇宙的真相。 啊，我们所见的有偏，非常窄小，啊，非常有限，这是知识啊，啊，智慧没有限量的，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知识做不到啊，知识所能解决的问题，后头还带一大堆的后遗症。 啊，东方圣贤教育，他求的是智慧；西方人求的是知识，不一样啊！啊，那么东方世世代代有圣贤出现，啊，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 啊，可以说最近100年，往上推能够推到200年，圣贤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了？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放得下的人没有了。啊，谁肯放下呢？ 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放下就是啊，不难呐、啊，啊，难在你不肯放下。不肯放下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太少。 迷得太深，迷的时间太长，所以很难回头啊。那么最近这200年来，佛法的教学呈现的是衰相啊，年轻人一昧的向往科学技术，把这个东西收获。 啊，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毁灭地球，人有这种能力啊，没有办法是拯救，但是智慧有办法啊，那么现在的人不相信，啊，不相信啊，圣贤就不出世啊，不出世是慈悲也，他要出世，你们不相信他，毁谤他，糟蹋他，说他是迷信，说他是邪教，那这个罪很重啊，这个罪通通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所以佛不出现在这个世界，免得大家造业。由此可知，佛出现在世间，大慈大悲。他不出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大慈大悲的啊！真诚慈悲到极处啊！这是密藏里头深一层的意思啊！慧能大师“密在如边”这一句话说透了。说明佛法没有秘密，佛法也没有神秘，啊，都摆在你面前，只是你自己见不到、听不到、体会不到，啊，如是而已。只要你把心静下来，啊，把你的思虑、妄想、烦恼、习气放下，渐渐你就能入境界了，你就能体会到了。啊，这叫做密藏。这一段前面我们虽然学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啊，意为法身如来所说。我刚才讲的意思，不但所说，他所现的，所现的相，所说的深密玄二之真实语啊，这个语要用意就更好。真实意，像《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是密藏。生死略里面说，密藏者，陀罗尼法也，是法秘密。非二乘境界，诸佛菩萨所能有履也。啊，那么这是陀罗尼是梵语啊，通常我们把它翻作咒。啊，这个法秘密啊，这个秘密都是深密的意思啊，说它太深，不是二乘境界。为什么？二乘人没放下啊，二乘很难得。三大类的烦恼，他放下一类。就是他不再执着了，与世出世间法不执着了，算不错了。头一个，他决定不执着身是我啊，《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完全肯定了。啊，他入了这个境界啊，所以我执破了啊，但是法执犹存，他还执着法是真的，啊，我这个身相是假的，啊，身相是什么东西呢？五蕴，色受想行识聚集而成的假相，啊，那色受想行识，他认为这是真的。 他没有放下这个，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犹存呐，啊，所以他见不到如来法身，啊，对他来讲呢，这是密藏啊，啊，盖为密藏。 就是陀罗尼，此法深密啊！这个地方说的好了，它不是秘密，深密啊，非是小乘教的佛菩萨所能实解啊。小乘教的佛，就是十法界的佛，声闻在十法界。 十法界有4个层次，第一是声闻，就是阿罗汉；再提升一级呢，是辟支佛，也叫圆觉；再向上提升呢，是菩萨；再往上就是佛，这个都是属于小乘。啊，4圣法界。啊，为什么？ 说的是小乘，心量小，同学们要注意啊！大乘呢，心量大，啊，大乘人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因为他们有分别执着啊。小乘人执着没有了，他有分别。 啊，小乘到佛的地位了，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但是他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是妄心，啊，也就是阿赖耶。啊，不起心不动念呢，阿赖耶就没有了，阿赖耶是虚妄的，不是真的，自然就没有了，真心就现前了。 啊，这个时候，大乘教里面称这个人叫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的地位在小乘佛之上，啊，他脱离十法界了，十法界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啊。那么6道轮回，梦中之梦，很可怜。 啊，真的阿罗汉呢？这个梦醒过来了，醒过来怎么样？还是在梦中。啊，必须在十法界里面，这个梦醒过来，才算是真的醒过来了。啊，这醒过来，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是假的，啊，没有了。 啊，生下来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实报庄严土。啊，实报土啊，是小乘佛菩萨没份呐、啊。金金云，极乐大士啊。 极乐世界这些大乘菩萨，啊，大士证得法身的这菩萨，啊，像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这都属于大师。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那也是大师啊。与诸佛密藏啊，究竟明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就是诸佛密藏，完全通达明了了。综上二义，从下面两个意思来看，盖为诸大事与法身如来。这个诸大事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哪些人呢？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是他们呢，不是别人呢。但是极乐世界的方便图，相当于娑婆世界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相当我们这个地方的六道啊。但是六道在极乐世界只有两道，其他的四道没有。啊，其他四道啊，就是恶鬼、地狱、畜生跟阿修罗。极乐世界没有这四道，啊，只有人天。啊，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真是难得，得到阿弥陀佛48愿功德的加持，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与十报图里面法身大士好像是差不多哎，没有什么分别。这不是他们修成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他们的，于是他们也能够与法身如来深密立言之密意，种种难思之语及陀罗尼，悉皆究竟其入啊，洞然明白。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啊，从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是任何佛国度没有法子相比的。啊，同居土、方便图里面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跟十报图平等，只有极乐世界。除极乐世界之外，任何诸佛国度里头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明白。那我们一发心求生净土，这个念头还得了吗？这个念头是什么呢？你这一生就成佛了，你这一生就做阿惟越致菩萨了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那些化身大士没有两样，对于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深密的演说啊，或者我们讲演绎啊，他的表演，他的密意，你完全通达明了啊。 啊，究竟诸法实相啊！这是无比殊胜的难能可贵啊！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就。下面解释调伏啊。 调伏诸根，身心柔软啊！调伏者，探玄寂月，调为调和，伏是制服，这都是修行人的真功夫啊！为调和控欲，身口意业。 制服、除灭诸恶行也。我们现前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跟我们讲的忏悔《普贤菩萨记》说得好。 无量劫来，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啊，用身口意，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所以，普贤菩萨说：“教导我们呢，要认真求忏悔，改过自新呐。要回头是岸啊！啊，身口意业是工具，烦恼习气是真因。啊，因跟缘合在一起。 罪业就成就了，啊，果报就成就了。果报是什么？恶鬼畜生地狱。啊，虽然这些也不是真的。 般若经上说的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像我们做梦，梦不是真的，可是做噩梦的时候很苦啊！啊，往往在梦中被吓得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哎呀，还好是个梦境，不是真的。 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在做梦啊！啊，我们是常常年累劫，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不知道多少次，苦不堪言呐、从来没有清醒过，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在那里头，我们自己不知道，佛菩萨知道，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梦中的境界，他们了如指掌菩萨眼目当中六道众生为可怜悯者，我们怎样去体会这几句话？所以普贤菩萨说：“妄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于意之所生。”我们从今天起认真去忏悔。恶业铲除了，恶报就没有了。恶业数不尽，没有数量为什么？起一个念头就已经在造业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千年，也就是320兆这一弹指320兆的念头，念念成形，行皆有时。那换句话是，这一弹指，我们造多少业了？320兆现在科学对时间呢是以秒为单位。我们如果1秒钟能弹5次指，那就是1600兆。1秒钟，1600兆，日夜都不停呢。那么这种造作，自己想想，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什么是恶念？为自己就是恶念。你要问为什么？为自己没错为自己怎么是恶念？在佛法里面叫恶念，特别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一开头就要破我执，你念念有我你是在增长我执加强我执所以这就是我业你能把我破掉了，在小乘你就程序脱环了。就是圣人的，不是凡夫了。在大乘破我见，金刚经末后是4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4见破了，是什么人呢？原教初住菩萨，大乘这个别教初地菩萨，就是此地讲的法身大士那么由此可知，我执是学佛、开悟、正果，第一个障碍。 只要执着这个身生活，他就会有自私自利。跟着他升起的烦恼无量无边呐。我们一般人不知道，认为我自己这对的呀，这哪有错误呢？ 诸位深入大乘，你就明白了。身是假我，不是真我。有真我，假我丢掉，真我就现前了。真我，我的定义。 吻合了，什么叫做我？佛经上的解释，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主宰的意思，第二个自在的意思。身上找不到这两个意思，身上没有主宰呀。我们人身体的细胞构成。 这些细胞新陈代谢，念念不住旧的细胞死了，新的细胞生了，新陈代谢这找不到主宰那我们想它永恒不变，无法制止它的生灭现象，这就是不自在呀。所以身相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自我。佛告诉我们，我们把这些虚妄。 放下了，真我就现前了。真我什么？真我是佛，你本来是佛，从真我来说，你本来是佛。你跟释迦，你跟弥陀没有两样。释迦是仁慈，意思是仁慈；弥陀意思是无量觉。你要放下了，你也是无量觉；你要是放下了，自信里面的大德、大能。 就是大慈大悲，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得好：“人心本善”，这话说得好啊！从前小朋友读的《三字经》。 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在大乘里面，佛教人第一句话告诉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相信，你才能成佛。 你也相信，你才能回归本善。这要靠教育，啊，所以圣贤注释，佛菩萨注释，哪一个不教学呢？没有一个啊！只有到今天叫末法了，大家把教学疏忽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开悟那一天开始，他30岁开悟，开悟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这经上记载的，将近300余回，说法49年。 他没有一天空过，天天在教啊，天天在讲啊，而且天天在表演啊，为人演说，演是身教啊，佛所教我们的，他全都做到了。 他没有做到，他不说；他做到，他才会说；所以这种教学，学生服他，这最好的老师啊。这一桩事情，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古往今来，只有中国人知道。可是中国人不可以以此为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值得庆幸，这是正确的，不可以叫傲慢。一傲慢全功尽弃了。那孔子说的了。失骄且慢，其余则不足观矣了。你再好，没有一点骄气。 没有一点小气，这才是可贵之处。我们才能够回归本善。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只有6道有。 四圣法界没有，四圣法界善恶两边都没有了，所以它叫清净法界。清净心现前。6道的心染无，染无才有善恶。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 自性里面连染净都没有，它里头没有对立的，有对立，十法界的众生才有，十法界全是凡夫。 圣人没有对立的。我们要学圣人，首先把对立的念头放下，不与任何人对立。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为什么？他迷呀。我现在也明白了，觉悟了。觉悟的人没对立，迷的人有。啊，所以调和控制这个方法好用啊！啊，多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控制自己，烦恼习气，不要让它发作。 啊，你要调和身口意三业，不让它造恶业。啊，底下讲调治三业，令离恶行也。啊，不能造恶。主根者，眼耳。 等六根，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前面五根是色法，一根是心法，啊，调伏诸根。 即调治身心，啊，身有五，眼耳鼻舌身，心就是一，啊，令离尘垢邪物，尘垢是比喻染污，啊，染污里面第一个就是自私自利。 啊，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呢，将我们身心都染污了。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跟这个起来了。啊，如何去控制它？啊，如何去防范它？ 啊，今天世间的灾难怎么起来的？为什么会有灾难？啊，我们将经典对照一下，为什么极乐世界没灾难？啊，极乐世界的人那么样的和睦。 啊，他们的生活那么样的美好、幸福、自在呀、啊？为什么这个世间人过得这么痛苦？同样都是人，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 啊，原因呢？ 一个觉悟啊，一个迷惑极乐世界人人觉悟啊，我们这个世界人人迷惑颠倒啊。他为什么觉悟？刚才我们讲了，他懂得教育。 中国这块大地，我们的老祖宗千万年前就懂得教学啊，懂得要把小孩教好，而且是以身作则啊，就跟佛经上讲的。 为人演说，演是表演言行举止，都给小孩做榜样啊！从小就学好了这个社会、这个大地没有恶人，全是圣贤君子啊！所以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这外国人都称赞长治久安。 啊，这个朝代末代的帝王实在不像话了，啊，这才有人起来革命把他推翻。下一个王朝建立了，很快社会就恢复秩序了。 那是什么原因？ 教学的底蕴深厚啊！现在虽然我们疏忽了一两百年，真的底蕴在啊！我们在之前也不敢相信，丢掉一两百年，恢复谈何容易？ 啊，我们也是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那都参加很多次了。啊，那些会友们，啊，听了我的报告，啊，我也是很多次报告啊，把中国传统的理念介绍给大家。 他们听得欢喜啊，闻所未闻。但是听了之后呢，怀疑啊，很多人来跟我说：“这法师，你的报告很好。”他说：“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这一句话给我带来的是最大的压力。 为什么呢？叫信心危机。他要不信相，不相信，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如何叫他相信呢？那一定做实验。你科学嘛，科学拿证据来。啊，我们很努力啊，在各地方去想找一个点来做实验。 啊，找了3年，找不到啊，没有人跟你合作啊。啊，05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离开70年没回去了。啊，家乡还有一些父老，啊，兄弟们年岁都很大了。 啊！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他们非常兴奋。回家来，我们来做。啊，于是05年11月，我们开始培训老师。啊，在那边办了一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来做实验。啊，用这个小镇。 小镇居民48000人啊！我们曾经想到过去啊，陶行知，这都是民国初年的教育家，他们也曾经做过，但是做失败了啊！我记得2次都没做成功啊，所以我就想。 他们为什么会失败？教学与利诱对象，教年轻人。年轻人教他伦理道德，他家人没有学，他踏进社会给大众也没有学，我相信他的信心就降温了，所以才没搞成功啊。那我们通过古人的教训，就想到这个小镇忽略了传统文化。 至少100年，今天要恢复，要让小镇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做成功了而且很快就做成功我们原来想象的，总得2年到3年才能看到成绩，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 效果卓著证明了2句话，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你只要教他，很快，他那个本善良心，就出现了，把良心唤醒了。不好意思，做坏事。 真难的，我们想象不到。第2句话呢，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古人说，圣贤是教出来的。佛法里面说，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看你怎么个教法嘛，一教就会了。 我们无量的欢喜，无量的感恩呐！感谢这批老师老师功不可没啊！培训老师头一天，我跟老师讲话我们的老师程度不高，幼儿园老师。 小学老师，最高的是初中老师，都是年轻人，也都是晚辈，我说你们到这边来学习，把工作辞掉。这个地方是神圣的教育，大家要有使命感，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就看你们教学。 你们的关系太大了我说，在历史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成功了，孔子教育成功了。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孔子只教学5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效果？我说，你们知道吗？ 秘诀就在先行其言。我想教别人，我自己先做到。我做不到，就别说。释迦跟孔子都是自己先做到，再教别人，人家相信你，人家从内心发出。 诚恳的心向你学习，你成功了。如果你只叫别人做到，自己做不到，你的教育肯定失败的。他们记住了。我说《弟子规》，希望你们4个月落实。《弟子规》一共是1080个字，里面讲。 113桩事情，这113桩事情，你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老师真好做，我觉得是祖宗之德，不是偶然的。2个月就落实了。啊，老师们打电话给我，已经落实，怎么办？既然真落实了，就下乡入户，走到人每个家庭里面表演，表演什么？孝子贤孙。你看人家有老人，老人就是自己父母。我学的这些，这个《弟子规》《感应篇》，我要怎样回家把它做出来？哦，这一做出来的时候，马上效果就出来了，大家感动了，啊，老人感动了，小孩没教好，他的儿女感动了。我们对不起父母，没有尽到孝道。啊，我们的老师下乡就这样的服务，2、3个星期，然后告诉大家，中心开课，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就办成功了。啊，3个多月。整个小镇起了180度的变化，啊！我看到这个现象，就想到怎么样介绍给联合国。啊，联合国我对他很清楚，打交道不容易啊，他们的对象是会员国。我们只有求佛菩萨、求老祖宗啊，加持啊！哎，没想到真有感应啊！我们那个教学班的时候，说5月成绩摆出来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好像7月啊，过了2个月，联合国来找我。那这感应现前呢？啊，这一次找我的时候，很特殊特别，邀请我跟他合作主办一个活动，但不是协办啊。我做联合国的协办做过，主办没做过。啊，会是定在10月。06年10月，啊，我还有几个月筹备的时间，有3、4个月，赶紧加紧准备。啊，我们在这一次大会当中，这次大会的活动的主题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这么好的一个题目，想不到啊！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啊！啊，他找的主办单位是泰国，这正确的啊！泰国是佛教国家，以佛教为国教。啊，这样一个国家，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和平运动，在曼谷大学。啊，所以我跟泰国就结了缘。啊，这个活动是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邀请我做主办单位。这么个因缘啊，我们用8个小时做详细的报告啊，另外有3天的展览。会后参与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都想到汤池去考察去学习，非常难得了搞成功了。中国传统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社会行得通啊，有效啊。台湾三重那边在做，听说做的也相当有成绩，这个成绩。这一边听说屏东也在做。那么在国外，马来西亚想做。我这次在冈山讲经，在日本。日本人知道这个信息也想做，好事情。真能做得到啊！有一个典型。全世界听到这些报告，再亲自去考察去看，他就觉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可以帮助地球化解灾难。这些话，西方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肯定这个说法。我们自己要觉悟具体的做法就是教学，没有别的。所以佛教要真正做到正法久住，一定要回归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世尊当年在世，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中断了。如果台湾有一个道场，是佛教教学的道场，佛教在这个地区就能兴旺起来。只要有一家带头，做出成绩了，大家都会跟进。凡事起头难啊，起头要有智慧，要有方法，要有毅力，有决心，一定把这桩事情做好。基本的就是此地讲的，自己先要断恶修善，自己先要改邪归正，自己不能端正呢，那这个效果不可能产生。要教别人，先把自己教好。自己没有教好，肯定不能教人。今天我们面对着动乱的社会，到处都有灾难传闻，这个地球知道这个使命感非常沉重啊，真正觉悟了，真正回头，肯定得三宝加持，祖宗庇佑我们冷静去观察这个世间呢，只有中国这块土地，它的根是伦理道德。祖宗的德积得厚啊！今天我们虽然丢失了祖宗东西一年半年，古人说的一句话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眼前吃亏了。 怎么办呢？还得把老祖宗找回来，我们才有救。如果不相信老祖宗，那可能就是科学家所说的，这个地球会灭亡，人类的末日会现前。不再相信老祖宗，相信科学的话。 那学佛的人呢，还有一个指望，这是李老师往生之前一天下午最后的遗言，告诉当时在面前的同学，老师说：“这个世间乱了。” 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他告诉同学：“你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老师最后的遗言呢？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 时间不算短的，我跟他老人家10年，我31岁跟他，41岁离开。 老人非常慈悲，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感慨万千呐！不能把它念完就算了，那个得不到利益了。念了之后，好好去想，怎么去落实。制服、除灭诸我心，令利我心。 调伏诸根，要学柔软，贤首大师《还原观》里头讲四德，这是修行人，特别是菩萨。 一定要遵守的。第一个，随缘妙用，就是《普贤十愿》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妙用是什么？妙用是不着相。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就妙了。所有一切的演说，乃至于起心动念，没有一桩是为自己。都是为如何帮助苦难众生。 如何帮助正法久住？其他的没有了，就这么2桩事情我们才真正能把这两桩事情落实，帮助众生，正法久住都是需要教学，经典上佛常常教诫，不需要记忆的都很熟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看《金刚经》上这一句话说多少句？说了10几遍呢。受是信受啊，我真相信他，我接受啊，持是保持，不能把它丢掉。他得做到，具体刑罚就是为人演说，你做是为人，说也是为人，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就不妙了，为自己里头就这夹杂着名闻利养。不干净了，染污了，不能为自己，没有自己，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了，都为别人，这些没有，为以有责，这就具体说出来，言怎么个言法呢？行住坐卧。起心动念要遵守戒律为宜，真干这个德的第三句，如何制止？心要柔和，心要真诚，至直就是真诚，表现在外面是什么？慈悲和爱没有人不欢喜跟你接触幕后一句，待众生苦。我们表演这些很辛苦为什么？为众生，希望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感悟，这待众生受苦。还原观上讲的四德，跟着你讲的，心如何而随顺于道，反过来呢，反之则为刚强，刚强则难教化了。决定不能用刚强。决定不能用命令，用强迫，那是失败的。为什么？表面服从你，心里不服要做到的时候，人心服口服，你才真的成功了。《法华经》曰：“众生即现佛。”至直亦柔软，你看这一句，跟四德里头第三句完全相同还原观上四德第三句，如何至直？你看它这里，至直亦柔软，啊，一个意思。至知就是真诚，啊，内心真诚表现在外面如何？啊，皆身心柔软之意。啊，这是什么？这是戒引众生的方便。 佛法常讲啊，教化众生，首先要结人缘，结法缘啊，怎样结法缘？还原观上的四德就是结法缘。这四德你真正做到，你的法缘。 决定好啊！啊，如果与四德相违背，你想法缘殊胜就非常艰难。底下解释真慧。 真正智慧啊，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心来的。 啊，与记问之学不相干。啊，我们从六祖坛经里面看，忍和尚的大弟子神秀啊，神秀清净无阻。 多少年？天天听五祖的教诲，跟五祖的学习，学得不错了，能够成为五祖的助教了，所以五祖传法。 大众都心里都有数，肯定是传个神秀啊！没想到传个慧能，没有一个人服气啊！这才发起，全寺庙里面大众统统去追啊，要把衣钵夺回来。 啊，神秀在六祖身边，真东西没学到，假东西学了不少。啊，真东西嘛，心啊，清净心没得到。啊，换一句话说，我执没破。 你看他做了个妻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身心没放下。啊，六祖慧能把他弟子改了，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 他怎么会做偈子？他那个偈子有问题，把它改掉。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高明啊！没人不认识字，一天经都没听过。 五祖寺院里面的讲堂他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他的工作在对方为厨房服务的，破柴、舂米，他在那里做苦工做了8个月，衣钵传给他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明显看到祖师传一钵，找接班人，找智慧身心柔软，真正智慧这种人可以接班了。跟他多年没开悟，他就不是接班人。 什么重要呢？从知识上来讲，神秀超过慧能；从智慧上讲呢，神秀不如慧能。今天这个社会教学的全是教知识。 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911事件发生了，校长派了2个教授到山上来找我，我住在山上，说明来意，希望我能够到学校。 跟和平学院的教授们开一次座谈会，来讨论如何化解冲突这个问题，这是个好事情，我们不能推辞，所以我就去参加了，我才知道。 大学里头有和平学院，我以前没听说过，而且告诉我，全世界大学设和平学院只有8个学校，他们有博士班，有学位，大概毕业之后多半在联合国服务。 等于说是为国际调停冲突培养这些人才，很难得，我听了很欢喜。座谈会跟我对面的大概是个资深教授，美国人，跟我坐对面。 因为我在名单上看，他排名在第2，我向他请教，我说美国的教育大概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是不是都是讲竞争？他说是啊，不是和平学院主要的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化解冲突。 我说呢，现在的教育与这个化解冲突是相违背的。他还没听懂我的意思，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今天社会教育普遍叫竞争，竞争在提升是什么？就是冲突啊！竞争提升就是斗争啊，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啊。那今天战争是核武生化战争。 这世界就毁灭了。这个教育，它的前途是死路一条啊！我说你今天找我来，也算是找对了。东方圣贤的教育，印度佛陀的教育，不叫竞争啊，叫什么呢？ 叫忍让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发生冲突啊！忍让提升呢，是谦让、谦虚、谦让，谦让在提升啊，是礼让。东方东西是让到底呀，不争呐。 啊，彼此大家都让啊，这个社会是和谐的。如果有竞争的心，起心动念肯定是损人利己。啊，每个人都损人利己，那冲突不就发生了吗？这怎么能解决呢？ 能够叫冲突不发生，啊，化解冲突，那要懂得忍让啊，中国这个国家几千年来，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外国，通通都讲让，没有说争啊，争是很羞耻的事情啊。 怎么可以干这种傻事啊？啊，所以中国的教育从小就教叫爱人。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它的根源是五伦里头父子有亲，这天性。 是信德啊，信德是爱。你看，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什么时候啊？小孩在3、4个月的时候，你看，没人教他啊。你看父母对他的爱，没有任何条件。你看小孩的表情啊，对他父母的表情。 你能够看出来，父子有亲呢，在那个时候看出来。如果不好好的教啊，长大就学坏了。长大本性没有了，完全随顺习性了，习性不善呐，本性善呐。所以，中国教育终极的目标，如何能够帮助人？ 从习性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教育成功了。佛陀的教育如何帮助一个凡人转凡成圣？他做佛了，这个佛教教育成功了。这是深深值得我们反省。 你怎么样教，后头有怎么样的成果出来呀？人是教得好的，佛菩萨是人做的，都是教出来的。为什么现在的社会变成这么乱，也是教出来啊，现在谁在教啊？学校传授知识，伦理道德没有了。 啊，也学西方竞争，没有讲谦让的了。啊，认为什么呢？认为处处要是退让啊，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不能生存了。这个观念错了。啊，我这一生。 从佛学得了忍让，一生忍让，生活比谁都快乐啊！啊，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我要是不听他的话，我这一生也痛苦啊，也烦恼啊！啊，听了他的话。 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真的是快乐无比，啊，幸福圆满，啊，证明了圣贤教诲是正确的，啊，确实能化解问题。 啊，化解的方法就是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教。啊，我们今天利用这个科学技术，啊，利用网络，利用卫星电视，啊，跟全世界有志一同的朋友们。 天天在一起学习，快乐无比啊！我想我再有2、3年啊，同学当中有非常优秀的，甚至有讲的比我好的啊，我多找几个。 找个5、6个人，我们就可以办一个空中学校。啊，我们的讲学24小时不中断，每个人至少每一天讲2个小时。啊，如果我们就有6个人，啊，一天能够讲12个小时。 这就空中学校就成就了啊！同学、伴侣遍满全世界，对于世界的安定和平肯定有很大的帮助啊，起很大的作用啊！其他的事情不必做啊！ 真正把样子做出来，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我们活得比谁都快乐。啊，用我们的行动把大家这个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